下一波新冠病毒大流行预计将在今年11月左右出现。这是最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专家的预测。那么新冠真的会卷土重来吗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，新冠真的消失了吗？自从去年12月全面放开以后，全国经历了一场广泛的感染。在一开始放开的时候，我在全国各地的十几个朋友几乎都陆续感染了新冠，只有一两个人没有感染。此后的半年时间里，就很少有人复阳了，这是我身边切实的感受，相信很多人也都跟我一样。然后从今年的1月到5月期间，新冠感染率大幅下降，大概在3到4月的时候，人们陆陆续续摘掉了口罩。去年昆明还没有多少游客，今年5一就来了一波旅游热潮和大堵车。最近随着暑假到来，我家附近的酒店总能看到很多外地游客前来旅游，这是过去一年很少见到的景象。随后的5到6月，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感染小高峰，但是7月以来，新冠感染率仍然在波动下降。在网络上，医护人员们关于加班和疲劳的抱怨也几乎看不到了，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新冠病毒莫名其妙的来了，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然而，病毒其实并没有消失。中疾控在7月公布的新冠感染数据显示，重症病人仍有455例，诊疗量依然存在，这给病毒卷土重来留下了感染源。所以，新冠消失只是我们的错觉而已。那么，这种错觉是怎么来的呢？首先，最主要的就是去年的全面放开，导致大家现在对病毒都有了一定的免疫力，所以总体的感染率确实大幅下降了。同时，突然的全面放开会让大部分人复阳出现周期性规律，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也会遵从这个周期性规律，只不过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感染率的低谷期而已。其次，新冠病毒害怕高温，待在56摄氏度以下的环境中持续30分钟即可灭活，而在目前夏季高温的曝晒下，地面温度可以达到近70摄氏度，一些地区的空气温度也能接近40摄氏度，极大的抑制了病毒的传播。但我们知道，在低温状态下，新冠病毒是可以进入休眠状态的，比如冷链、集装箱等密闭运输环境无法杀死它们，这使得病毒的存活时间被大大延长，可以存活数天甚至数十天。等到它们进入室内或者人体，又会慢慢复苏并重新开始传播。所以只要还有新冠患者病例存在，疫情就仍然有可能大规模爆发。最后，在2年多的疫情管控期间，全国的医疗资源和基层组织都到了疲乏期，尤其是医疗底线几乎被突破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很多医生根本无法得到充足的休息。那时候医护人员的压力很大，也会经常在网上发布相关信息，让我们知道疫情有多严重。而近几个月的感染进入低谷期后，医疗压力较小，所以基本上很难看到有医护人员发牢骚。在实际疫情情况和宣传两个方面，我们都能感觉到新冠感染率下降了。但正如我们说的，病毒从来没有消失，只是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极大的压缩了。而且疫情有一定的周期性爆发规律，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王新宇医生正是根据周期性规律、人体内抗体减弱规律和气温变化等多个因素，才得出了疫情会在今年11月再次爆发的预测。最近几个月，虽然疫情压力变小了，但是全国各地仍然陆续建成了一定数量的方舱医院，其实就是为了防范今年秋冬季节有可能爆发的疫情。不过，疫情爆发是一回事，会不会形成更大的危害又是另一回事。实际上，通过2年的疫情，我们也能发现，新冠突破医疗底线前后，几乎是杀伤力完全不同的两种病毒。当感染率大爆发的时候，医疗资源会陷入紧张状态，导致以前可以救治的病人，因为医疗资源不足而无法得到最好、最及时的医治，所以会在感染率和死亡率上出现大幅增长。不过，过去抗疫和患病的经验，让我们对新冠病毒有了较深的了解，一些人开始将它视作感冒来应对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缓解医疗压力的。而且，过去几个月的疫情低谷期，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和专家做好了充分准备，不用再像面对武汉疫情爆发时那么措手不及了。总之，疫情确实可能卷土重来，但它并不可怕，我们早就做好了与新冠长期共存的准备了。即使未来我们无法消灭病毒，也不太可能重回全面封控的时候了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